甲你听甲真清楚。伫底甲我唱，阮爹头早做工后，伫厝底打拼，我想要生全家后，只因伊好命。难得你的时光来对我表现，不知你敢有对象，盼望要甲伊来结良缘。笑咧咧，不知安怎来回答你的问题。人讲好姑娘实在乌多，不过好佳哉，我身边都是蕊的牡丹花。刚才在问我，你心上人问我以后的跑步，我
我即摆伫咧甲你讲，因为你煞气到一个面破腮腮，撞脚着地，我就要去对。你出过分嘞呢？你形容迄蕊花，形容到安尼，嘴笑面笑，我看到你，遐尔陶醉的模样，遐尔歪笑的模样，我生气。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我迄蕊花，就亲像出水的芙蓉，夜夜夜来香，唔是别人通欣赏，正是我一个面馆阿妹妹。你讲啥？我讲就是你，你着可比迄蕊牡丹花，迄丛芙蓉，迄蕊的夜来香啊！原来你拄只形容的，就是你啊！我唔知你为虾米话无讲话出，你着伫咧起性地，决心要离开，无使我提出我查甫囝的勇气，你话伫个啥，害我出见识，无看就无看，那有看我就甲你扔落去啊啦！是阮做无好啦，搁伫遐甲我消遣啦哈！你哦，我是你哦，冬天的棉被呢，我是你哦，你热天透心凉的风神，你安尼是人讲哦，天配才是地配人呐。你搁知我要甲你买吗？哦，啊，若无人买，就无人去圣地，想要慢，又搁有人惊歹势，啊，无当作我无讲啊，拍赌去，阮倒转来去哦。这样也不好，这样也不好，啊，不然到底我这个面馆啊妹妹，你爱我质量要怎样做呢？我当然爱你甲我娶，一句话四千两头心肝。今嘛讲一个吼，心情较轻松啊呢。我的心情甲你无同款呢，为什么呢？我感觉足刺激的，我心肝头碰碰彩。哦，安尼就是吼，你老母心中想细粒无道理啦。你只安尼了歹势面带啊，原来咱两个心有连心一条通，只是无甲话当面讲。我听到这是广东公头家给咱这个机会，也无今仔日，咱来直接相骂嘞啊！真的哦，嗯，你这讲的是无唔对，咱两个人那是无缘，讲可能一而再，再而三再相会。是啊，只是你虽然讲你希望两早跟我吵过嘛，啊，你厝内底我知影，你讲你够钱老爸嘛？是啊，我爸甲相依为命，我老爸真疼我。听是听你啊，啊！伊若知影你袂真白，就想要娶某，伊敢会反对吗？袂，我老爸吼真开化，伊嘛希望我赶紧有一个对象娶倒转来。比如我爸囝两个拢是查甫人，若娶一个贤惠生活人来斗天家，我老爸伊嘛较轻松啊。啊！那你安尼心讲，我着放心吗？你安做啥物时阵要甲我娶？啊无呢？咱两个直接分咯。你想倒转去，我来去甲阮老爸讲，人讲隔壁亲家咧数冤债，虽然咱家庭是真富裕，但讲咱来咧数嘛，都爱笑头牌。对，我才不爱有人讲我是寡包，我缀人走的哦。虽然我无红顶手表甲你赢，小妹我嘛有你请伊啊，通知啊，同知影讲我娶一个好母囝。好啊，要哪呢？都一家规定啊。安尼好，我即马都倒转来去，你回去等我好消息咯。我都等你出面再会。